哎，还有王法吗？还有王法吗？啊？他不是你手下吗？你没办法治他？哎，人家南京总统府有人啊。哼，拉倒吧。秋后的蚂蚱，它蹦不了几天了。明天早上，大公子的人就会来接我了。哦，所以今天晚上，我先把老板娘悄悄杀了，然后再留下一封信，上面把我所有干过的坏事都写下来，让孔雪莉她干着急找不着人。好吧，好，特别好。哎，但是蓝老板，我觉得吧，对付老板娘啊，你还是听我一句劝，千万别阴沟里翻船，是吧？别，陈县长，您就安心待在家里等我的好消息吧。啊，不，我，哎呀，天色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哎，行，那慢走啊，告辞。换茶。老爷，不好了！我今天什么事儿啊？慌慌张张的。不是，蓝，说话呀！啊，不是，我今天看见孔雪莉把蓝老板抓走了呀，他怎么？他是放你娘的屁！这蓝老板刚刚还跟我在一块喝茶呢，孔雪莉他抓毛啊抓！不对，我这，哎，不对呀。我明天就要离开襄城了，这心里还真是舍不得你。我本是一个无牵无挂的浪子，可自从遇到了你，心里就有了牵挂。海萍，跟我一起走好不好？我这儿有这么大一栋酒楼，说不要就不要啊。你把它盘出去，然后跟我双宿双飞，我养你一辈子，好不好？蓝老板，戏我演不下去了，那么我今天就跟您说实话吧。这只是一场游戏，一场梦。我与你接触，也只是为了让孔雪莉死心。曲终人散了，蓝老板。你也该下场了。我动了真情，你却只是演戏，那我这一片痴心，一片真心要如何安放？真真假假，又何必那么在意？蓝老板，你明天就要走了，我准备了美酒一杯，祝您一路顺风。我的心现在已经支离破碎了。抱歉，这杯酒我实在喝不下去。我以为有什么神通，不过是一对雌雄大盗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别急啊，马上解开谜团。各位观众，走，对，走。这怎么有两个蓝老板啊？事到如今，也不用瞒了。我是蓝玉春，那是我弟弟蓝芳春。破案不难，什么可男可女，无非就是用男人对付女人，女人对付男人，搞得神神秘秘的。说白了，就是风麻燕雀里面的燕子们。什么是燕子们？哦，就是四种诈骗的手段，有一门呢，是专门利用美色去骗人。自古就有婚托酒托这样的说法。说白了呢，都是套路，取了容颜的颜字的谐音，燕子们。孔雪莉，你也别得意得太早，你也就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。要不是我那双鞋，
你能发现什么问题？就算你拆穿了我们的把戏，又能怎么样？请问孔大局长，我们是谋财了还是害命了？老板娘，我被孔雪莉冤枉，你难道一点都不心痛吗？更何况我们彼此相爱过一场。别打岔，这个时候先交代你的问题。不见黄河不死心呢，把人带上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看清楚了，这就是要和你双宿双飞的人。